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卡汉幻算旭哥手游攻略，那这是马赛克英雄。好，那完全无氪金呢，没有手足过的旭哥呢，目前总战力也到800多万了，完全无氪的玩家到达800多万的战力啦。好，那最爽福利最爽的攻略都会在这一集分享给大家。那怎么样达到这个800万战力呢？其实旭哥用一个方式啊，可以大幅提升战力，提升了好几十万啊，一些小技巧就在这一集啊，最快速提升战力，还有这个最爽的转蛋呢，大概200多抽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续保需要独家最新。那旭哥也有设置这个旭哥手游攻略的这个马赛克英雄专区，这边有各种马赛克英雄的攻略都放在这边，各种最新的福利攻略转蛋。好，旭哥来开抽这个密林啊，哇，转蛋券超多了，200多张啊，200多抽，一次抽到爽。哦，直接中一只，再来个十连，再来十连。会不会直接中一只啊？哦，又再中一只，都同一只啊，跟这个小鹿很有缘。哦，这个小兔子，又是他，又是这个小鹿，在召唤啊！哦，又是这个小鹿，小密林。现在抽几抽啦？已经抽了100多抽啦，也太猛了吧！哇，太猛了！好，接下来继续抽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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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哦，乌拉拉！哦，这个爽哦，格里芬。这个神海巨兽，这一次中50片，这个爽。你要不要直接给一只这个红色的更爽？好，可以升了。升这个一次都加超多战力，一次加快3万啊。所以旭哥觉得要快速提升战力的话，提升密林是最方便的。好，还有5抽。好，抽一抽。好，那接下来把这个密林升星啊，来看一下一次可以加多少哦。一次加了20000多的战力，加很多欸。那这个一样，升星起来。这个是一次加10000多，我们这个纯真守护一样啊，升上来。10000加了10000多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图鉴也可以去升星了、啊。升星一次是加9000多，所以增加了不少战力。好，那接下来到背包呢，开这个碎片啊，我们先换个18片的神海巨兽，把它刚好抽100个。那接下来忠诚使徒呢，换13个，这个自选就是可以搭配起来，自己凑想要的数量。再来暗影幼兽呢，换14个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去把它强化起来啦。来升星，这次升了加了23800多的战力，果然啊。养密林战力提升的很快啊，一样加23000多，这个忠诚使徒养起来。接下来深海巨兽升到二星，升二星呢加了30000多的战力。好，那接下来图鉴一样可以去升级啊，升了40000多的战力。生命值 buff 3.5%， 然后生命加 6000， 攻击加 600， 加蛮多的。然后这个组合是攻击加 3%，
变成 3.5， 然后生命加 6000， 然后攻击加 600， 一样有 buff， 都有 buff 起来啊。所以这个战力大幅的提升，这个是全属性的，这个全部的英雄都可以 buff 到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提升这个圣岛的等级，是都加大概30000左右的战力哦，战力突然爆冲啊，爆冲！好，那再把这个密林再养起来，把一些碎片卖掉，换成这个精华。这一次加了30000多，我还缺钱呢，那换点钱出来。哦，这次要800万了，好，我们战力应该差不多到800万了，换点钱出来。好，升上来。好，800万的战力达成啊，801万6208，完全无氪金啊，手除都没有除过，有没有？用这个密林啊，抽完再将大幅的养啊，大幅的提升身心嘛，还有这个一些卖碎片然后升级的技巧，之前旭哥攻略都有分享过嘛，那就可以快速的，还有解图鉴，快速的提升战力。好，完全无氪，旭哥呢达到了801万战力了，完全无氪金，800万战力分享给他这个攻略了。最多组的限时礼包码总整理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。那么首先点画面左上角的人头，人头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画面右下角的兑换码，点进来呢，在画面中间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。那我们就输入这个 KK234J 按领取。这个有288钻加上两个转蛋券，还有200戒石，爽啊 ！WACKYBOYS69，WACKYBOYS69， 接下来按领取 HERO666， 接下来按领取 MY0104， 接下来按领取 YT0104， 接下来按领取 K70104。接下来按领取 BRIGHT0104， 接下来按领取 EWHERO， 再按领取。好，输入 NEWFUN， 再按领取。好，输入 NEWSTART， 再按领取。好，输入 PIXELHERO， 再按领取。好，新玩家呢，记得领这个1024抽，每天登录呢，最多可以领到1000多抽啊，这个福利。接下来呢，滑到最右边，右上角滑到最右边有个邀请码，那新玩家可以输入旭哥邀请码 3691D6AFC0AC， 3691D6AFC0AC。那新玩家输入的话呢，你可以拿到五星角，还有大量的钻石。好，那福利的最右边呢，选项多了一个回归有礼，就是你只要是60级以上玩家，然后你曾经这个没有玩，接下来回来玩的话，你可以输入这个礼包码。那输入这个召唤码呢，3691D6AFC0AC， 这个旭哥的召唤码3691D6AFC0AC 的话，可以领到很多奖励，像是可以领到神话自选啊，然后都是兄弟啊，兄弟干杯新钻，这些很多活跃的奖励、啊、都可以领取，像是钻石啊，然后像是戒石转蛋券，大量的奖励，所以大家可以在这边输入。好，那今天攻略的这个分享就到这边了，大家记得订阅旭哥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，各种最新的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需要都在频道，那我们下一集攻略见。